本栏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、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、AirPass 今日轩项目联合冠名播出。周四早上，悉尼 Sydenham 的一个后院刊登出租广告，周租竟然要130元，外加200元的押金。这则广告是刊登在热门脸书社团群 Interwise 的 Housemates， 该群组有超过40000名成员。广告一登出，就在网上炸开锅，很多人怀疑这是个玩笑。一开始是楼梯下的橱柜能住人，但现在悉尼的房市越发夸张，连后院的帐篷也能出租。